好，翻嚟第三節嘅啤你漫步。嗱，呢一個短片咧，我喺美國嘅網友 send 俾我嘅，就我第三次睇。其實我嗱，我諗我估到佢係想講乜嘢嘅，但其實事實上我又唔係好撚知佢想講乜撚嘢。乜撚嘢啊？嗱，我哋熱烈恭賀阿何錦麗咧，就成為候選人。唔知，而家其實未正式提名佢噶。嗱，都有啲棘嘅呢單嘢。嗱，今日我睇報紙咧就話拜登宣布退選啦。原來佢根據報道啊，蘋果另一嗰啲報道我未得閒睇西部。20號晚咧都仍然未有人知道拜登會退選，包括佢啲幕僚咧都仍然喺度準備緊啲競選嘅活動。然後21號咧就閃電宣布咁講，我一睇我咁撚奇怪，我上個禮拜四五已經有啲小道消息話佢傳言呢個禮拜呢個 weekend 啊拜登會退選嘅喎，點解你講到佢好似咁撚神秘，甚至乎話喂小心小心，屌你！我有滴口水滴咗落個氣管度。話何錦麗咧係最後一刻，即係阿拜登喺個 X 度宣布佢會退選，先知。咁呢啲我唔去估啦。嗱，有啲網友咧就好撚痛苦，就話咧：喂，咁樣可能會有危機喎。咁我覺得都係啊有變數嘅。咁但係咪好咯？其實你問我咧。嗱，我唔知道記者有冇留意咧，何錦麗啦呢個人啦。你話咩份上咩份上位唔係關鍵，唔關事。佢能力低下咧都唔關鍵，因為其實做美國總統咧，譬如我哋呢幾年睇咧，喂有好多幕僚可以幫到佢嘅喎，都唔緊要，因為拜登能力都好低下。但係最關鍵咧，反而係我覺得咧，佢係冇意識形態啊。咩叫冇意識形態？你大家唔好用左嗰樣嘢去諗佢。佢呢一種人咧。是正正式式的政棍，他沒有自己的概念的，即是說你的選民掰哪樣東西他就給你什麼你們、okay? 甚至乎呢、我們好像 有些人說、選他因為他的性別他的 gender 他的膚色，喂，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當然這個也是選舉的事實，但是呢即是一個合理的人，如果你用呢樣嘢去選一個領導人咧，咁呢個國家咧都可以係咁先。係啊，因為其實合理嚟講係唔應該用一個性別啦、年齡啦或者佢個種族去決定嗰個人選嘅。合理嘅就係邊一個你認為更加會，即係等於一樣，你唔能夠用道德，譬如娶個老啲嘅女人啊，或者老搞，我都覺得冇乜所謂嘅。但係當然啦。特別我哋亞洲人啦，好中意用道德去攻擊一個政治領袖嘅，其實就係能力最緊要。邊個人喺呢一個時候適合帶領一個國家呢樣嘢緊要。如果唔係其他嘢全部失之交臂，但係好可惜嚇。嗱、過去呢十幾年我哋見到呢國際政治咧，哇好中意寫即係揾啲政治正確啊，靚女靚仔嗱。咁、我就唔喺度特別講啦，係嘛？呢啲留翻阿正翻嚟先講啦。但係咧我覺得如果嗱。因為而家唔知道會唔會有變數啊！其實我繼續睇報紙咧，都仲有好多聲音話：喂，你咁樣唔得喎，係咪有個民主黨一個好迅速、好極速嘅內部選舉咧？嗱，即係好似睇啲報道話佩洛西咁提供提議，因為咁樣合理啲嘅，因為之前譬如你金主啊，佢哋咧捐錢就係因為係拜登做老總統。這個何錦麗做副總統咁樣啊嘛，而家唔代表佢哋夠錢。或者他哋願意咁樣嚟直接去俾一個冇經過，即係佩洛西咁講法，冇經過選民授權嘅，未有 mandate 嘅。因為點解咧？喂，你老實講啊，你哋作為民主黨真係有驚俾人講啊！哇，原來你幾個大佬嗰啲乜嘢參議員啊、咩前總統啊之類，話係何錦麗就何錦麗啊！即係佢哋會於是乎咁係咪何錦麗上咧？但係似乎而家勢咧。你不是何錦麗上，你找誰上？亦都最合道理的副總統。好嘅，咁好啦。何錦麗咧做過乜嘢咧？咁我咧就當然啦嚇，我就因為我頭先做得太長，都要做短啲啦。就係我哋有個好絕望啊，叫帕德列啊嘅美國網友，佢連日嚟咧就不斷 send 唔同嘅資料俾我。咁當然啦，我哋呢一個台咧嘅人咧，包括我啲聽眾咧，99%咧都係村，即係村村粉嚟嘅。係。咁但係咧。其實我就真係想同大家講，我好崇拜佢，但我不能夠講我係粉。只不過我係睇唔過眼咧，嗰啲左翼人士同埋咧，即係嗰種
寬己啊，律人啊，屌對住自己，屌你老母，做乜都冇問題。嗯，啊，好啦，何錦麗咧，嗱，我唔好講佢哋咩瞓唔瞓上嚟，佢有做過兩樣嘢。我諗如果大家有留意美國國情嘅咧，都知嘅。佢就係喺做呢、這、一個啊加州總檢察長嘅時候，通過兩個提案，一個就係47號提案，2014年。一個係2016年嘅57號提案，咁就我哋先講個提案。係，我突然間見到阿拜登呢張相咧，拜登而家就話又話支持何錦麗又成啦。嗯，其實我佢上個禮拜先話佢唔想選㗎，佢不嬲都話唔想選。佢想選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係最有把握擊敗特朗普嗰個啊嘛。係，所以佢勉為其難，屌你百幾歐先再選啊嘛。咁而家你都係最有把握㗎，如果係咁。嗯。啊，咁點解你唔選咧？其實中間發生乜嘢事咧？嗱，上個禮拜傳曬出嚟㗎啦。咁突然間點解會係咁臨尾決定呢？其實如無意外咧，就咁睇落去咧，都係逼供㗎啦，即係話錢又唔到啊，或者甚至乎所謂我唔知啦，深層政府揸住啲嘢啊，同佢攤牌傾點數，於是乎就等佢咁樣講，話喺佢嘅20號凌晨突然間決定佢點落料唔知，就好似令到佢個形象都係佢自己決定唔選，即係俾翻啲面佢啫。應該咧都真係被逼供，點解要逼供呢？你問我嘅意見咧，嗯，就都係未必覺得何錦麗會贏，但起碼睇下仲有冇機會攞翻參，即係眾議院先攞翻眾議院啦。又或者咧，即係要俾翻個壓迫感對方。係啦，因為點解咧？如果仲真係你俾阿 Trump 咧，總統兩院都攞曬咧，佢真係冚家產㗎。阿 Trump 咧，嗱，我唔知阿 Trump 嘅政治智慧去到邊啦。如果佢真係咧追究翻。譬如2020年選舉或者之前啲嘢咧，真係冚家產。屌你民主黨，喂唔係民主黨啊，包括好多媒體啦，包括好多金主啦，佢全部直情係叛國坐監嘅。咁當然啦，如果有政治智慧嘅阿 Trump 係咪可以特赦定點樣咧？追一定要追嘅。咁個聯邦政府其實啲嘢實在太多，所以你話美國國運向下咧，嗱嗰日我咧聽見啊，我哋老友阿紫微星人嘅師傅講，我真係唔認同嘅。佢話咧，屌你阿 Trump。做嘅機會好高，所以美國個國運向下嗱，呢、這個叫真係叫本末倒置，係、美國國運向下，無論阿 Trump 做定邊個做都好，佢都係向下。不過阿 Trump 做可能就落得冇咁要，因為冇辦法，你一代人咁樣，你而家咁樣諗嘢嘅，又睇埋 TikTok 嘅，其實你真係冇得唔考喎。其實你如果問我咧，阿江少係全世界啊，應該咁講啊，嗰啲政治水平啊，或者思維嗰種清晰咧。都係不及我哋上兩輩，縱然好似我哋喺有攞到好多電腦啊，我真係唔知點解會咁樣啊！冇咗一種針鋒相對啊嗰種感覺㗎。係咪人咧，往往啲潛能咧，一定要喺嗰啲大時代好劣環境嘅時候先反而出到嚟咧？即係好多時都係咁樣嘅喎，人生啊，即係富不過三代嘅道理都係咁㗎嘛。真㗎！嗱、啊，老豆阿爺嗰度好勤，哇！好屌你啊！屌你做12個、16個鐘先食得一碗白飯。勤勤力力啦，係嘛？誠誠懇懇啦，終於富貴到個仔又書讀啦，啊，成為律師醫生啦。第三代屌你住康怡花園，屌你有乜歲兩歲去歐洲食龍蝦，屌你彈琴，屌你後尾，喂佢就真係有好多嘢就唔同你嘅諗法嘅咯喎。佢真係和平與愛，佢唔知簡單啲講，佢唔知世界艱難，唔知個世界唔係你哋諗到嗰種運作，我哋道理梗係明啦。但係個運作真係唔係咁噶嘛，好多面噶嘛。講真，喂有時。水至清就無魚，有陣時熟會啊，我哋喺度講即係個評論啦。係有陣時去到我啲位啊，眯埋眼啊，俾啲利益佢都冇所謂啦。只要對到件事好嘅，你有陣時都冇辦法㗎。好啦，47號提案，我哋講快啲係幾多戇鳩？佢話啊，950蚊美金留下嗱，呢、這個就係佢搞出嚟㗎嚇。佢唔係重罪 ，OK， 所以咧唔需要拉人，咁你就諗到。950蚊美金，咁啊嗱呢個2014年嘅提案，你睇下而家加州啊、三藩市嘅地方搞成點？好啦，57號提案就仲可笑。2016年，佢咧就話：如果你支持呢張57號啊提案嘅票咧，就係、是、增加咗被判犯有非暴力犯罪嘅重罪犯嘅假釋同埋良好嘅機會，即係意思話咧，嗱你支持咗佢啦，嗰啲非暴力嘅罪行咧，咁佢哋可知道佢哋表現良好啊，亦都重罪犯罪嘅機會唔高，可以假釋。但係咧，佢就冇講到，原來佢所謂嘅非暴力咧，係包括對失去知覺嘅人進行醉酒強姦，
可以放出嚟嘅，涉及同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嘅人口販賣，你投贊成票喎，放出嚟啦！縱火造成重大嘅人身傷害，駕車射擊，使用致命武器攻擊同埋挟持人質，嗱，好明顯我哋睇落去咧，呢一度咧，其實有好多方面係有暴力嘅傾向嘅，但喺佢嘅包裝底下咧 ，OK。他就話你支持對非暴力的人啦，佢哋有改過自身的機會啦。於是乎呢條議案過了，其實呢些是全為源於咧，其實最初就是因為嗰個監獄太擠迫啊。係，但係你覺得呢些人是不是可以咁樣放出嚟咧？啊，嗱呢、這個就是阿何錦麗，佢唔係左翼，佢用左翼的説話包裝到去，好像有道理，好有和平與愛。嗯、其實你俾我看下去咧，佢呢啲人就係咩咧？屌你不擇手段！就係真係，總言之，能夠過到嗰個法案，佢利用佢嘅膚色，佢利用女性身份，利用你哋嗰啲左翼人士嗰種盲目嘅愛，又或者利用你啲左翼人士對保守派人士嘅盲目嘅恨，製造敵人啊嘛，於是乎將你哋歸邊，而你班人就係咁樣戇鳩。嗯 ，OK， 所以咧即係哇，十一分鐘啊，短咗啲啊，即係我就覺得大家咧，即係有啲朋友好絕望啊，下一節翻嚟先講啦。其實我覺得。又不用絕望的，因為我做了這麼多年人，去到最絕望的時候就好像香港那樣，其實我都沒有絕望的，其實我們講一下，喂，你對香港有沒有絕望的感覺的？都是我上次上來所說的，你想什麼絕望呢？你只要你不看電視，你不上收音機，你什麼都你很開心的喔。可以的，但是你慢慢終於都會影響到你的嘛，但是我真的有些人，你看怎麼看，因為我就最近有一個同一些，因為書展關係同一些朋友特地回來就搞簽書會啦，佢就都問翻我香港問題，咁我都又係講翻我嘅見解。咁喺佢哋嘅角度嚟講，係一定係阻阻地噶啦。佢哋都喺度講話話，喂，其實香港已經好好噶啦。唔係好多人咁講啊，係啊。你佢講嘅又似係咩？你諗下，你相比於香港冇咗嗰樣嘢，係咪真係叫全世界最差咧？係都唔係啊，未係嘅喎。然後佢又解釋，譬如話你淨係睇啊以色列打緊仗嗰幾個啊，烏克蘭啊嗰陣。其實那些都是很差的、如果相比起即是你香港只是一個你是失去了你應該以前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都是這樣跟一些互相鼓勵的、跟網友我說你這樣你會覺得香港很好的、那你的心你能不能夠做到真的呃到自己就是你的事呢有很多人、我包括我很多英國的朋友美國的朋友他覺得我們告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即是包括是華人或者外國他真心覺得你們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他們又沒有槍械恐怖襲擊是 啊他們真的這樣想的我朋友有 LFA 回來、他跟我講就是講起這個罪案的問題、他說原來在那邊是那個你損失的金額被人老了、低過不知多少美金你是950元是啊，九百五十蚊唔受你嘅，系啊，唔受你噶，系啊，唔受你嘅。所以而家搞到咧，嗰啲士多啊，都要鎖撚住啲嘢。屌，因為點解咧？洗劫你咯！我喂，記住啊，唔好攞啦，超過950元，喂，咁你做生意啊？所以唔係變咗大蕭條咯，三文市嗰啲單攤，係咪？你係三文市翻嚟啊嘛 ，Peter， 係嘛？係咪？你係咪單攤啊？我唔係單攤，咁我啲真係咁樣啊！都真係咁樣噶嘛？喂，啲人咧係執笠咯，一係做乜嘢？喂，而家我擺明老笠佢，然後我只要唔過900冇事咯，50元我就冇事咯，係冇事咯，唔理你㗎，係啊！喂，你咧譬如咁講，我喺7-Eleven，嗱我哋同 Peter 講緊，咁佢啲嘢好平㗎嘛？咁啲人譬如我攞10包煙啊，攞3條衛生巾啊，攞200-300元。個個都係咁樣嚟攞，個係咁，我開嚟做咩啊？我開嚟做咩啊？定係我擺定支槍喺度啊？如果你擺定支槍喺度，你射佢啊，假若因為200-300元射佢咧，可能你俾人告喎，反而係啊。咁你話你去點搞啊？諗即係屌你老尾，即係稍為有腦嘅人，然後呢個人咧將會成為美國民主黨下一任啊，即係候選人，我真係覺得好撚，真係想唔通，想唔通清西港都唔撚得，點啊？我哋 OK， 休息陣。